Got a taste, can't erase bitterness in my face. Work a job every day till your dreams fade away. Like a card, never change. Play the game that we say. I need a break. I'm staying strong. Need to move on to be what I want. I'll keep dreaming. 大家好，欢迎来到传说老人的传说对决，我是拉尔夫。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呢是迷糊型的辅助安奈特。其实安奈特这个角色呢，在传说里面其实是一个很特别的角色，那他有几个特点呢，就是他的手很长，他的遗迹可以放的范围很长，然后他这遗迹呢有三秒钟的时间，那再来的话他的二技呢有位移，他的大招可以保人，但是呢保的又不够好，为什么呢？因为他只有把对方给推开，然后呢再来的话就是如果对方碰到他的边界呢可以晕眩一秒钟。在保人的这个地方来讲，因为一个是他那是他的大招嘛，他就不可能一直放，然后再来的话呢他的晕眩只有一秒钟，他有推开，所以呢他基本上来讲他大招可以那个稍微保一下那个对方，如果是刺客的话那个保的话 还有点意义，但是如果对方他有 buff 其实完全都没有用，完全都没有用，所以呢我们在这场里面呢，我们待会就可以看到，那这场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对手的辅助是蝴蝶，克里希，蝴蝶克里希那前期他的那个，因为他不知道从哪里啊，赚了很多钱你可以看说他现在已经 1.4K 了，那我们的钱都比他少，那我们一开始他是辅助，可是他却比那个勇还要早就上四等，那我当然我没有再重播去看说他为什么能够赚那么快的钱，但很明显就是说克里希前期他的威慑力其实很够，他一套打下来我们的人就可能会死掉了，那像刚才呢他一套打下来把我们的那个打野甲虫给打死了，那我们这边我们已经退回来，那我探了右边之后呢，那左边这边没有技能探嘛，那运气还不错就还活着，可是呢待会那个勇就讲了说你要帮我探查，其实我不是说勇不对或是怎么样，而是阿奈特他本身他这个辅助他是用技能探查的，当一个技能探查探完的时候呢，他就必须要等技能再来的时候他才放再探另外一边的场。那阿奈特的那个我玩阿奈特的时候应该这样讲说，我是从玩阿奈特之后呢我才习惯开声音的，玩传说对决开声音，为什么呢因为传说对决里面这个阿奈特他如果一记放技能有碰到人的话他会有另外的音效出来，那有这个音效的时候呢，那我就可以知道说对面有人在里面，不过后来好像是在上一季的那改版里面就会讲说如果有人躲在草丛里面打到人的话他会有他的那个动画出来，所以其实现在也没有一定要有声音啦，可是有声音还是会比较好判断，那队友的话呢其实也可能需要判断说我们这边我们探的这个草有没有人来，就是有没有声音来去判断里面有没有人，所以其实阿奈特的探查阿奈特知道，但我们的队友有时候不一定会知道，那这边其实血很少了，我想退回去我想回补，可是那时候的想法是觉得说对面还在这里那我还是可以躲在后面一点点使用技能来帮队友的忙，所以后来就没有回去了，其实我觉得这不是一个我很习惯的，那还有就是说像我现在这个探查就是用二技能放了之后有护盾，然后去草里面。那为什么会走那里面？其实怕的是说里面可能还有人但基本上勇都已经跑到那么前面人家没有打勇里面应该就是没有人了。只是我觉得有点不放心，还是会习惯的做一下。那也有人不太清楚，就是阿奈特的二技其实除了攻击之外，他自己还可以加护盾，然后呢，他还可以给我们队友护盾。那我们这边勇
从一开始其实话就蛮多的，应该说他对很多的不满啊，他觉得说你看我们现在的中路又没有顾，啊，不是没有顾啊，真就是要顾啊，但阿内特的攻击力本身就不强，他是属于比较消耗型的，那这也就为什么说阿内特好，他需要出恶魔的微笑以及这个冰杖哈，因为他有冰杖的时候呢，他可以缓速。缓速其实有什么效果呢？虽然说他缓的速度哈并不多，好，但是呢，他因为他可以很远，我们就可以让对方哈，缓速。那所以对方如果说要靠近我们，他就可能必须要用一个位移的技能。那或者是说呢，他接近我们的这个时间呢，好，会花比较久一点。那我们的队友就可以有反应。好，然后再来的话呢，他的一技在放在对方想要攻击的兵那边的时候啊，这边好，我没有注意到哈。我虽然看小地图里面应该是没有，应该是可以安全走过去的哈，想要去占那个草，但这个是判断错误。那也因为这样哈，没有血了，所以我们必须回补。安奈特呢，为什么迷糊型的辅助还是可以很有用哈？就是你即使判断错误啊，好，安奈特的二技它可以加护盾，他的大招呢，好可以马上把别人弹开，所以他在很多时候哈，相比起其他的角色来讲，他的那个技能哈，可以很快的反应出来，那可以保护自己不死。那这边哦，是我觉得我全场里面哈很明显的一个错误啊，就是勇在左手边嘛，结果被蝴蝶晕到之后，我并没有直接先解控，然后再帮他加护盾。那我只有把他加护盾，可是他这个弹起来真的弹得太久了，然后再加上就说那个如果在旁边哈，所以这个勇我加了护盾，然后没有帮他解控，他就在那边哦就被人家打死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了哈，但我们玩游戏哈，不是每个人都天才，每个人都很厉害，什么都放得对，好，所以我也不否认说这就是我们不足的地方。好，那我们下次呢，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当然要改正。好，那我们打到这边了哈，已经十分多钟了哈，可是呢，阿奈特的那个 KDA 啊是013，好，其实我觉得玩辅助有时候就是这样。尤其是如果说你玩的辅助像是阿奈特啊，或者是说哥德尔啊，有时候在前期的时候，因为你的控制是属于比较远的控制，所以呢，我们这种打一打，然后当我们又是属于劣势的时候哈，那我们保的人啊，如果说一直死的话，那其实我们的 KDA 一直都会是很难看。好，那这边呢，我本来想说我来留住就好啦，结果我们的那个小青好像没有跟啊。不过又想说对方应该在一两下就可以死翘翘了哈，所以我们利用我们的手长好来那个把这个蝴蝶给打死，那运气还不错，是真的有收到哈。那我们这边呢，我们放个大招，放大招的时候呢，好，除了自己本身是不可选中之外，好，那还可以把别人弹开，然后呢弹开之后呢，如果对方还碰到那个我们的兵舰哈，他会被晕眩一秒。那还有一个大家其实比较没有再注意到，就是阿奈特这个大招啊，在这个范围里面的队友是霸体的。这个霸体呢，可以让我们的队友哈不用怕晕眩，那可以还是可以跟大家一直在打架了哈，就是他还可以继续攻击。其实说真的，在很多时候是有跟没有差不多啦。好，有跟没有差不多，但他还是有一点点用处，还是有一点点用处。那阿奈特呢，我觉得他这个特别的地方就在于说，他不是那种很强力的保牌型，他也不是一个很强力的消耗型，他也不是很强力的攻击型，他什么都是一点点一点点一点点。好，那包括说阿奈特呢，我们在给视野的时候，其实就是阿奈特站前面一点，然后放这个技能，那跟对方保持距离，让我们的人知道说对方有站。好，这边也是哈，就是阿奈特一个缺点，对方霸体之后什么都没有用，然后我这个笨笨的哈往前面，差一点连我自己的命都赔下去了。好在好小青来帮忙，把这个佛罗伦打死了。那勇说完全保不了辅助哈，那我是觉得啦，这个勇可能应该要改一下想法了哈，因为其实辅助不是只有保牌，不是只有保射手。好，辅助有很多事情要做。那个保牌保射手这种行为哈，其实是在很早以前的传说对决里面哈常在做的。现在的呢，辅助要做的事情其实很多。好，那可以做的事情也很多，尤其是阿奈特哈，阿奈特的保牌，你如果说保一个那个像以前常碰到像悟空啦、回轮啦，都还好，
啊，在这边刚才这边哦，就是可以看到说勇哦，在我们放了那个大招之后，他有霸体啊，所以他可以持续跟佛罗伦打。可是还是因为佛罗伦有紧张哈，后来也是因为哈，我们还放了二金哦，刚好补了一下，不然其实这个勇也很危险。好，那我们再讲到就是说安奈特呢，其实保的话是保那种，对手对面的刺客啊哈，没有 buff 的啊，或者是说呢，他是那种近距离打的，安奈特保牌其实效果还不错，好，但是如果是对方是射手或者有霸体，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用处。好，那最后呢，这就是呢拉夫所为大家带来的迷糊型的辅助，好，安奈特。啊，最后我是拉夫，我们下期见，拜拜。